台中市中华书画协会第53届会员联展，顺便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一次展览的那个媒材。这一次有书法，然后有水墨画，然后也有油画，也有一些工笔画，还有一些就是石雕，就大概是这样的多元化的联展。这幅观音菩萨的灵感是在2015年创作的，是以妙善公主19岁成道的时候作为发想。那它的整体画面呢、是以比较现代的形式去创作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神韵非常的清雅端庄。那么它的整体呈现出来是每一笔都可以传达出菩萨的安定与慈悲的胸怀。
的这幅图的意思，代表我家己咧甲家己咧烧钱咧争斗，争斗若赢，我就伫个各方面会搁较好诶表现出来。啊，你若唔敢面对现实咧，你啥物都拢无。所以讲，唔只有法度讲，气概军雄，威震四方。这一次我创作的这一幅墨海是有灵感的，由后面这个底层背景是以淡墨书写，用草书书写，整张看起来就是有像后面这一句满纸烟云的感觉，然后前面这一段就是描述笔法深妙，缠绵环绕，然后浓淡枯湿相得益彰，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就表现在这两个主文。